清纯可爱，但是好像在私下里，在舞台上，在当众讲话的时候，你好像又非常的沉稳。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你？都是我。对，我觉得人都很多面呐，看什么样的场合，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样的态度。那可能戏剧里面可以让我比较没有顾忌的挥洒自己比较任性的那一面，那可能就是比较小女生娇憨调皮的那一面吧。对，有想过未来要转型，往哪个方向转？啊，我一直在努力，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好吧，那我再继续加油。好吧，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要留给各位媒体，有没有要对林医生提问的，请举手示意。好，这位总监。林医生，那今明两天在台湾都是比较重要的滚石演唱会嘛？那你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不会，没有安排自己去看这样子。能不能再？滚石演唱会在台湾比较大，因为你自己也有出唱片嘛，那有关注这个事吗？我真的非常想去，因为滚石在台湾真的就是非常大的唱片品牌，那集结了30年这么多优秀的歌手，而且很多又是我自己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拍过 MV 的歌手，当然非常想参加。但是我这个礼拜不是在上海，就是在东京工作，所以很可惜。没关系，最近有王菲演唱会。好，下一位记者，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李一晨，就是今年这边。2011年马上要过去了嘛？你回首这一年的话，你觉得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今年最大收获，我今年算年初在内地有舞台剧的巡回，有到内地几个城市。那在比较主要的应该是暑假的时候推出我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美好的旅行以及写真书，同名写真书。那这两个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写真书就是所有的30000字都是自己全部的创作，那主要就是这两年手术过后，那可能戏剧方面的作品停摆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能够将它这样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很开心。那就是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遗憾啊，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到位的地方？不太到位的地方，准备开始到位了。就是12月初会开始有新电影的拍摄，那相隔上一部电影已经7-8年了，所以对我来说是重新出发很重要的一步，那也请大家期待，谢谢。非常遗憾。最满意的一个收获不是因为获得了 CIA 大奖。